嘛。你如果不留宝珠，那你要做跟上一局一模一样的事情。嗯，点一下，那好像留宝珠就好了。物资费用，这费用，图纸。等下二费看有没有机会进个魔二，或者是加一加一吧，取怪。哎、欸，他有魔二吗？他没有吗？有魔二的是前面。对，他是没带魔二。巨、欸、R 魔二。对 ，Lemmy Series 的猎人。不过他也没有带武装巨怪，所以他二费就只有教徒跟快速射击。给他进个教徒。给他进一张教徒，漂亮。因为其实二费他刚刚有机会，他如果跳三。这个法力水晶的安排会很奇怪。嗯，就是第三可能也没事做。对，就直接打三吗？格里克。然后等一下，巴拉克看可不可以三分之一？三分之一是 Surrender 绝技，还是 Lemmy Series 也学会了？可能大师赛的选手都会都会三分之一。那 RM 修炼的更深一点，不用三分之一，十分之一可以修烂。这边搭配法伤加成是可以解掉的，底层也是解完。哇！嗯、等一下，两张。可是宙斯。这边要打驯兽师，直接再拿一个兔子了吧？先追伤害，能追的伤害先追满吗？嗯。因犀牛实在没什么目标。就怕火热大拍卖了。哎、欸，但是这边火热大拍卖烧完，至少他没有兵甲，所以我下回合打巴拉克，嗯，真的抽到曼寇里克也没事，啊、不亏，不亏，赚。啊，如果不是曼寇里克，那等一下就要开始败了，因为法师头上多一个冰霜秘密就，先不要来，冷静，先不要来，伤害会差，会差一点，那个兵甲。就刚刚贼跳出来可能还没差，因为我场面一定会有东西。反正贼的纸上本来就只有红龙天舞戳刺，对，但是人就蛮希望前期就是他盖兵甲之前，我前期的台面是先抓上，后面再靠法术来收。对，后面直接靠法术收头就好，因为猎人，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天生技的差别啊。对，猎人每回合两滴，贼在干嘛？翻刀还不能看。对，直接丢。哦，看一下，罗班恩。大拍卖，有老婆？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学会了三分之一。现在抽一，现在猎人打法师就只差一个套件，他基本上就是无敌。嗯，照明弹，但是照明弹现在没了。对，没有了。哦，退化。哎、欸，哎呦。他、啊、怎么、欸、退得好哎、欸？刚好可以全解，分布也解一解。他两个都退到战吼怪吧？对，一个飞行员，然后一个碎片吗？那个 L E 术士的三二。哦、不过这边解完了，这边是有点尴尬。手上还有一张冰霜。他如果退到是四费的正常体质，其实。不是那么舒服。面包是本人，吃面包召唤面包师傅。我跟你说，我要带面包师来了。到底在干嘛？继续铺场。等下，面包师傅要配秘法之力，直接拿一口了，是不是？面、嗯、包开吃有吗？现实中开吃，游戏里面吃不吃？等到他在找他的面包师。我这边任务解完，加上抽牌。任务解完，补习课程。我是可以拿一大波的、欸。赞、哦，来了、哦，看起来是来了，有面包吃了。有吃有哎、欸，有差有差，这边没吃就抽不到。这边没吃面包，这个面包师傅就在海底了。呛到噎到，人慢慢吃，细嚼慢咽。不是这边什么面包师傅搭配什么全水来一口水，左手面包右手水吃了，好饱，太强了。跟大家解释一下面包师傅的功用，那是拿来打猎人。我真的是一件绝一人游哎、
有料，有料。OK， 现在 Miss Series 不知道这件事情，因为看不到全一选吗？对他不知道，他不知道对面已经吃起来了，他不知道对面已经开吃了。对，谁 ？OK， 拔滴血有希望，他这边挂冰甲已经来不及了。哇，来了面包树啊！哦，九滴加九。哎，不过全一选这边要开始追伤害了。嗯，他不太能再做纯解牌。对，且甚至。我在想，甚至是不是要把自己的面包师傅弄掉，不要让他那个犀牛发挥空间，然后剩下的东西用冰雪喷射解决。桥头，因为等一下是双火球嘛，双火球十八滴，因为没降过费，不能再多打一个宝珠。对嘛，十八滴这边点一下。嗯。所以其实我刚刚在想，是不是？我浇两个冰雪喷射，然后自己用第一道火焰把面包点掉。这样就算他犀牛出来，我也不可能死。对。还是其实他只要不死就好。还是其实他留这个也可能死。我再吃一口压压惊。三三。哎，等一下，他如果拿玄月宫配犀牛，犀牛减三。不够，不够，不可能够。嗯，十七血打到明年。嗯，哎，九七还在吃，不是吃过了？你只有一张啊！你只带一张，你只带一张，还在吃。导播受不了了，先遮一下。导播饿了，遮一下。不是，有可能下一把还要吃哎、欸。再看一次，面包师傅本周 K 卡。有哎、欸，发挥到，所以面包师傅在打快攻是要在。解完任务接补习课程之后就丢出来，喂，是再射一箭，再射一箭，十二滴，十二滴，就开始败没有死，双火球，双火球结束。哇，是因为这面包师让这个猎人的优势对局给跑掉了吗？吃面包啦，赞！太神了，面包好吃，放我刚才静一下，嘿，好，吃干净。有料，有料，而且他打一把要吃一整条法国面包。下一把他知道这是传统赛制吗？下一把还要上吧？再上再吃一条？哎、欸，对、欸，还要再一条哎、欸。还是等一下那一套不需要那一条了，因为待会是要打任务杀，萨满好像不用，就不需要了，好像不用那一条。欸，昨天示范过了嘛，不用那一条也会赢。好像也是。对，还是全一选，其实旁边买了一箱，在准备。而且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个仔细的？嗯，他那个法国面包不是单纯的法国面包，嗯，它里面有奶油，有料的，有料的。难怪他们会带这牌耶。对啊，你以为面包师傅没料？有，里面料满满的，整个都是奶油，还爆出来。他是用